我出蓝色妖姬，我出粉色蔷薇，我出紫色魅惑，我出金色传说，我出紫色屠梭。小兔失败。啊！你出屠梭干啥嘞？我出屠梭也没错呀，颜色是紫色的。二人等，我出的都是妖姬天团里面的人物。妖姬天团，我都没听说过。妈，你咋连妖姬天团都没听说过呀？这最近很火的啦。二人的淘汰，游戏继续。这一句我也出，我出臭豆腐。臭豆腐我出啥？难道是和臭的有关？那我出榴莲。臭，那我出螺蛳粉。臭的，那我出奥利。我出鲱鱼罐头。消除成功。东东，你差点出错。还好你反应过来了。我刚儿以为你出的都是臭的嘞，但是一想你出的是管吃的，然后就出了个鲱鱼罐头。差一点你都淘汰了。游戏继续。该我了。我这一把要出个男的，我出开朗大军。我出狗头大军。我出电妖家族。那我就出开朗电池家族。本轮不分，之前出过火焰厨。啊，对哦，妹妹终于出一个。那我这把就出一个网络热梗，远方传来风笛。那我就出黑狐狸，退退退。那我出我没有打火机，却能点亮你的心。那我出爷们要战斗，爷们要战斗。消除成功，游戏继续。耶、既然是网络热梗，那我也出一个最近比较火的。英雄可以受委屈，但是不能踩我的切尔西。啊，妖姬天团的口头禅。那我就出蓝色妖姬切尔西，打你打得直喘息。妖姬天团，那我就出一个蓝色妖姬你不行，红蓝金刚把你赢。啊，我会的那啥都出完了，这下我出啥？妹妹，妖姬天团的口头禅有很多嘞，你再好好想想。可是我知道的就你们出的这三个。哎呀，还多喽嘞。可是我记得也就这三个，你好好想想啊。我真想不起来，我现在脑子里边就这三个。哎呀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帮帮我吧，你们还知道其他的口头禅吗？